他是让无数小鬼子感到胆寒的倭寇杀手，也是第一个在日本拿到金腰带的中国人，让无数小鬼子恨得咬牙切齿，看不惯他却又弄不死他。只要是小鬼子碰到他，就难逃被干废的风险，不是被重拳打到躺尸，就是被铁腿踢断下盘，不超过一回合就会被打到非死即伤。就连死神方便和邱进良都表示他的实力在自己之上，他就是人送外号妖刀的倭寇克星魏瑞。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比赛也是我们魏瑞在日本无人能挡之时啊，跟这个日本的拳王木村藏野的一场金腰带争夺之战。可以看到这个木村藏野也是战意熊熊啊，觉得能打过我们的魏瑞。在赛前他也是嚣张表示，打中国人我一个人能打十个，魏瑞如果敢来我一拳就能送他归西，真的是十分猖狂。我们的魏瑞倒是没有过多表示，只是说这个金腰带我必须拿，而且必须在日本拿日本的金腰带，气也得气死这个木村藏野。好的，第一回合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我们的魏瑞，红方选手日本拳王木村藏野。这个双方一开始的进攻欲望不是很明显啊，看来这个双方选手都是有很丰富的作战经验，深知这个时候必须要试探，必须要摸一摸对方的底。好的，目前来看的话，妖刀魏瑞也是不着急，木村藏也是打一个且战且退啊，很可能是想打一个后手截停反击。这个对手实力还是很强的，我们的魏瑞还是要小心。哇哦 ，nice kick！ Wow， big side kick. You don't see many side kicks usually. Not like that, and that was an excellent side kick. Really hard to pull off. Yeah. 好的，魏瑞的进攻欲望逐渐增强。那么在赛前呢，我们的魏瑞也是针对这个木村藏野啊，做了一个很完善的对战计划。据我们的魏瑞所说，打日本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一鼓作气将对手干到不能还手。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魏瑞在这一场比赛是如何针对。He's reserved, but he's got great combinations. He knows when to strike. Kiri is still just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rhythm, distance.哎呦我的天哪，直接是一拳将这个木村藏野击倒了。不过日本人的抗击打能力确实也是强，木村藏野的状态还不错。双方也是进入到一个短暂的对拼环节。木村藏也在日本目前的战绩是27连胜，在日本可以说是罕逢敌手了。而且据说啊，日本这个前首相还给木村藏也颁发过荣誉勋章啊，以表达他这个拳王之称。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啊！双方在第一回合也是没有什么建树啊，毕竟也是一个试探性的环节居多。让我们来看看第一回合比赛的回放。那么在第一回合，我们的魏瑞也是找准了一个时机啊，一个重摆直接是击倒了木村藏野。本来以为这一拳应该是能将对手 KO， 但是没有想到小日本这个抗击打能力真的是强。好的，第二回合我们的魏瑞还是以重拳对这个木村藏野。那么魏瑞这个重拳啊，可以说是冲击力非常大的。据说他每天早上起来必须得先挥拳5000次才会吃早饭啊，中午2000次，晚上接着挥拳5000次。可以说这个他这个拳啊，一拳能干掉一个碗口粗的树，能给这个树打断。Punished every time he does try to do anything. You're absolutely right.
exchanges some blows there, but you know, just pot shots here and there. Nothing really, what we're used to seeing with. 哎呦，怎么个事儿？我们魏瑞的后手反击也是很厉害啊，再次将这个木村藏也击倒。木村藏也是有些害怕了，对手这个实力确实是强到可怕。哎呦，这一手直刺直接是将这个木村藏也第三次击倒。我们可以看到裁判宣布比赛结束啊，太快了，第二回合刚开始没有多久，我们的魏瑞就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让我们恭喜我们的魏瑞拿下这场金腰带之争。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场比赛呢很有意思，我们的魏瑞在日本也是打了四五年的比赛，回国之后啊